还没成，都在开花。然后就在可以吃了。哎呀，打了包谷才能吃花生呢。还有啷久？我好想吃那个生花生。叶子都黄了。我看，我看这个西瓜。哪里一个？好小啊，这个，看，那么小。它红就行了嘛，你还嫌它小？你那个要大的。我这个可以啊。哎呀，这个要大的啊。这个算是大西瓜了。哎呀，这你看这个大的，让人烂了。烂了。这刚好，我一次可以吃一个。怪不得你讲你可以吃一个。太大吃不完。主要看啷个小，你看这些，本来它可以长蛮大的。还有西瓜，我还你有得吃都不错了，就不嫌我西瓜小。当然嫌一个西瓜小啦。这个你看，这个瓜漂亮没？还可以吧，但是没那个西瓜漂亮。你看西瓜，不往后看，就是不大。呀，肉，哦，哦，中没？你讲中没？哇，好热啊！我也觉得，你背动没？我背不动，你也背不动啊！我感觉你要比我得重好多。你注意点，你莫打到。好。你才长了红了没？我才没红。哟、你太弱了。红了。那不是你好熟、啊。来，我都晓得你到手的西瓜都不得吃。我掰不开，我觉得我可以。很有活力嘛，讲话碎了。那我扶点，妈妈。妈妈，吃西瓜，吃。完了，西瓜。我的，再有活了，有。嗯，哪点？有。你这做哪来嘛？我到哪去了？我不知道。那是黑包谷后面，是煮的。谁来煮饭？走，拿西瓜去。拿西瓜去。啊。哦，都放大西瓜来。叔叔。多事喽。没事噻。喂他们回来吗？啊。喂啊。回来了。那叔叔啊。平时他支持。哇，终于到我了。哎呦。好热呀。啊。红没？红啊！该吃西瓜了。差不多啊，你看，哼，你要去洗啊？对。加石灰，石灰水。哎，去冰一下。姐可以啊？可以了。来。来。好吃没？你尝啊，好吃。嗯，还可以。以后再加冰块进来就好了。可以啊，我们放冰镇的冰给你买，变成冰棒，果冻冰棒。啊，冰块啦。都没得味没？还有哪些？没得味。出去啦。嗯。那还有那么多，吃完啦。我家回请他们来吃。多喊点啊。要得。他刚吃不。